我看龙虾哥要打的，哎呦哎呦呦呦呦呦，我次啊，不是吧哥，他说让我打掉镜台，竟然是真的打掉镜台，镜台地厅干掉镜台，没必要吧，他毕竟是野生的呀，这宝宝龙虾哥的啊，一拳超人，无限蓝善恶，永不磨损，愤怒加误报伤害，误报几率，双伤一速，三防御，双血一防，法爆敏捷魔心大雷四个法，一本掉镜台，镜台给我滚，挡着气血啊！无法爆，补劲爆吧，补劲爆。地厅的话出有劲爆的话，蓝光很高档，另外比法爆多了1%的法术暴击几率，而且劲爆就是这个位置。他妈随便，都鸡巴哥们儿打防御都行。好的哥，龙虾哥牛逼，都鸡巴哥们儿打防御都行。来，金鸡法爆掉，镜台没掉啊。掉了高敏啊，掉了刚开始上那本高敏，没想到有一天我也可以在谈笑间啊打这么贵的宝宝。四法掉轮子了啊，对，10块钱不买买12的就是打出成功的秘诀嘛。前排的技能都在，四个轮子都还在啊，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地厅啊，是镜台妙题还是金鸡法爆，金鸡法爆就成了啊。我次啊，兄弟们，辉煌哥说了啊，辉煌哥说了，辉煌哥可说了，辉煌哥寿命打输的男人来指导了，高法爆冲，又是地狱烈火，泰山掉的敏捷，黑熊精说可以了。喂，他这都是个纯野生，王哥。那纯野生咱们打他干啥呀？不，我一开始以为是野生，如果野生的话，他只少50点属性点，这个镜台掉了可以打虚弥。这个纯野生少150点属性点，他妈的那就别要了，那直接当个全魔虚弥用，全魔秒表宝宝用吧。全魔灵法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全魔灵法也好看一点，这宝宝。我觉得全血吧，全血吧。全血，别人看得出来，一拉出来，对吧？减他妈好几千血。也要让别人看出来吗？对吧？就是恶心人。